莴苣桃园三号绿宝。桃园区农业改良场培育的莴苣新品种桃园三号绿宝，不论是国人习惯的清炒、穿烫，或作为汉堡生菜使用的，多种料理方式皆适合。早生莴苣新品种桃园三号绿宝是利用立生莴苣为副本，福山为母本进行杂交改良，口感较为清脆，病虫害少。半结球型莴苣新品种桃园三号绿宝具备生产期短、产量高的优势，估计设施利用效率可提升近一成。桃园农改场说，桃园三号绿宝株形直立，适合集约化栽培生产，产量也较福山莴苣高，最高可达 25%。 定植后可提前3天至5天采收，估计设施利用率可提高 8%-10%。 本品种不论叶菜之专业生产者或都会园艺消费者，皆有意投入栽培，需求甚广。本品种已于2014年取得植物品种权，继转者之权益较有保障，欢迎洽询品种授权相关事宜。